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位法师慈悲，居士大德吉祥，《高僧传》讲述。毕业录编著者，桓悟克勤大师。桓悟克勤大师，是宋代的禅僧，精勤求法，四处参访善知识，曾至五祖山的参谒法眼禅师，谋其应证。以佛见慧勤、佛眼亲眼有眼门二勤一眼之称。这是桓悟克勤大师的大愿。桓悟克勤大师的大恨，七次住持明刹说法精彩，受朝廷赐祀紫袈裟及佛国禅师名号。又蒙高宗谥号桓悟，世称桓悟克勤，为引渡学人编著《毕业录》10卷，另著《桓悟佛果禅师语录》20卷。桓悟克勤大师生于公元1063年，于公元1135年圆寂。四川彭州崇宁人，出生在世代从儒的书香门第。18岁，由妙极院时见到佛经，爱不释手，感叹着说："我前世大概是出家人吧。"乃毅然踏入佛门。出家后便勤于研读佛经，日记千缘，万卷佛经很快就娴熟于心。他以为只研读佛经不能了却生死大事，因此他把眼光投向禅宗，为参究大善之事。他离川东下，11余年间参见无数的佛门龙象。临济宗养其派的五祖山华严禅师对他颇为赏识，让他分座说法。他成为华严门下最杰出的弟子。在宋徽宗崇宁初年，克勤因母亲年老，他还乡去省亲，住持于成都的昭觉寺，不久又住持湖南夹山寺。后迁往湘西道林寺，朝廷谥号佛果禅师。在政和末年，奉旨移往移住在金陵的讲山。这时的克勤大师已是名冠崇宁的一代宗师。宣和中，他奉诏住持京城的天林寺，成为当时尚是康王的宋高宗，昭告说法。后迁镇江金山寺。建严宗于扬州面见高宗，受桓悟大师的封号，住持江西云居山。不久因战乱而还回四川属地，又在住持昭觉寺，直至绍兴5年圆寂。克勤大师在住持夹山寺等地时，应无尽居士张商英和门人的请求，根据禅龄的需要，宣讲雪窦重显禅师的诵古百折，后经门人记下，汇集成书，就是《毕业录》。桓悟克勤大师，临济宗的杨起派禅师。四法五祖法眼弘法于四川，
湖南、江西、江陵等地，宋徽宗赐封佛果大师，宋高宗赐封黄悟大师，又作圆悟大师，亦号真觉大师，合称为佛果黄悟真觉克勤大师。日本的茶禅一味归功于黄悟克勤禅师，体悟到茶和禅密不可分的真谛。刚刚有提到碧岩露，碧岩露是克勤与古代禅师的心灵感应沟通，于诗一般的语言、石火电光的激风中，显示活活泼泼的佛禅的生命，也是克勤大师从生命的本源处流出的悟性、灵性。从生动有趣的故事、行云流水般的讲说中，禅机犀利的跃动。克勤大师对公案的解释，乃为禅宗界普遍接受，禅僧们都把它视为最重要的经典，人手一册，朝暮诵习。碧岩露成了禅宗的新经典，成为古今公认的禅门第一书。碧岩露理由指出，禅僧不仅重视直觉的体验，也重视知性思维的解悟，可以说从侧面反映出禅教融合的大趋势。古事悟前因，年已18岁的克勤，在节日里，他和大家一起欢乐，一起接受人们的祝福与赞美。但当一切过去之后，空寂的感觉涌上心头，这么多年来自己的皈依处究竟在何方？偶然的因缘，妙吉院的方丈智行法师送给他一本《金刚经》，诵念《金刚经》，洪亮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求法走天涯。18岁时，克勤就在妙吉寺出家。20岁受具足戒，决定追随师父彻悟大法。然而3年后，智行法师鼓励克勤离世至外地求法。克勤忙携竹笠走天涯。他来到成都后，跟随文照法师学习讲说，对佛经有很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克勤演讲已经可以挥洒自如，掌握讲说的基本学问后，就辞别了文照法师。他要参寻更多的善知识，在成都，敏行禅师以善于讲说佛教经论而闻名，克勤又投到他的门下。克勤的参访对象是在成都讲学的真觉维圣禅师。维圣禅师本是铜川，就是今四川省三台县。有一次在参加佛教经论的演讲会时，他的扇子不经意地敲打在窗棂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忽然想起佛经中“十方聚集鼓，十处一时闻”的话，顿时大悟。克勤下定决心，凡是学有所成的禅门龙象，自己都要不辞千辛万苦，一一参访。克勤来到大伟师后，亲临大伟禅师的开示，就在大伟禅师猛击禅林的一刹那，什么样的移情妄念都烟消云散，顿时涌出了一股强劲无比的内力。克勤在大伟寺住1年，终日面壁默坐，将古人公案翻来覆去的体悟，一天忽然似有醒悟。有一天，大伟禅师问他：“你的心境怎样了？”大伟禅师说：“可见目前你还是个普通人啊，我30年悟禅到现在也只能得个大概。”当他离开大伟寺时，他预感到自己与这一地带将有一段难解难分的
缘分。因为他参访很多善知识，所以我重点先表达，后续比较重要是在克勤大师他体证啊禅悟以后，有很多的这个法语哦，可以跟大家多做分享。克勤新的参访对象是黄龙主心，主心禅师号慧堂，是临济宗黄龙派的传人，博学多识，恬淡醇厚，行持谨言。他到慧堂门下多次听到使他受益无穷的话，对他的风范很是倾慕。慧堂禅师开始说，大凡参禅悟道穷究生死根源的人，必须明白自己的一片天地，要想得到禅法的运用大自在，就当立刻忘却所有的虚妄见解，将虚妄的见解扫荡干净，般若的智慧就会彻底的显现出来。这是都是参访善知识，然后与禅师的对话对谈。也因为大伟禅师就是给他这个耳提面命，就是让他呢突然有一种一下子就是猛击，就是让他的这个所有的移情万念都烟消云散，那自己就感觉内心就涌出一股强劲无比的内力，所以他就在大伟寺就认真的学习，也因为这样他跟大伟禅师就有很好的一个法缘。那接着他就继续参访黄龙主心，那黄龙主心呢也告诉他，就是说大凡参禅悟到穷究生死根源的人，就必须明白自己的一片天地，要想得到禅法的运用大自在，当立刻忘却所有的虚妄见解，将虚妄的见解扫荡干净，般若的智慧就会显现出来。现在呢最重要就是他后来遇到他的师父，就是华严禅师，华严禅师他是习白法唯识序论，通透他们的奥义，世称五祖华严。华严呢有写了一首禅偈，三前一片闲田地，插手叮咛问主翁，几度卖来还自买，未临松竹引清风。三前一片的闲田地，就是我们本具有的纯明本性，但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有这一本性，常常寻师访道，费尽千言万语来探讨它。人们奔走红尘，多少次把这块美好的田地出卖给贪欲自私，成为外物的奴隶。所幸的是，通过参悟禅理，人们又将纯明本性恢复过来，使人性的光辉得以重现。现在这片远离尘嚣的清闲田地上，清风拂过松竹，漾起天籁和鸣，一片天光云影，哪里容得下半点尘埃。白云山在安徽的潜山县内，山路有海会市，万货千岩，白云深锁。克勤兴致勃勃地来到了白云山，他认为自己游历过的地方很多，参见过的尊树也不少，对于禅法的理解应该是不在话下。原此他参见法眼禅师时，顾不得华严禅师脸上的表情，就滔滔不绝地谈论对佛法的见解，想将自己多年的心得累积，也想借这个机会好好展露一下自己的辩才。他和华严禅师的对话，
佛法不是这个道理。华严禅师就开始哈、啊，给他开示了：瞌睡虫、瞎、门外汉、客勤起宣在心头上，不在意华严禅师批评自己什么。后来听来听去，听不到一句肯定的话，反而都是一些刺耳之语，不觉冷水，从头浇下来，满腔的热情顿时凝结成一团寒冰。私下打听才知道，法眼的风格就是如此。当时还有另一位叫慧琴的青年参学生，已经跟学华眼快一年，在来白云山之前，也曾参见过东林的造觉禅师，自以为禅学的修养已经相当不错，但与客勤一样都没有得到法眼的认可。客勤对慧琴说：“华眼这个老和尚是故意在为难人啊！我诚心诚意前来问法，没想到法眼既这样对我，连会堂老和尚都说我是灵济宗的继承人，这法眼却偏偏不搭理我，我还待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如到别处落个清闲自在。”他怒气冲冲就准备离去，然后慧琴也马上啊说：“是的，我更是受不了，现在就走了。”所以他们两位都准备离开白云山。华严禅师听说了这件事，就对客勤说：“你的悟性很高，参礼过的大德也不少，辩才无碍。但是，难道仅凭这些就可以抵挡生死吗？以你目前的见解，都是浮光掠影、华而不实的东西，不会让你有真实受用的。如今你要走，我也不拦你。等你发一场热病，在涅槃里快死的时候，回光返照之际，你自会想起我。在你临离开之前，我还是要诚心诚意的劝你一句：参禅却不可参琉璃瓶子禅，被人轻轻一碰就碎成一片片的。既是参禅，就要参皮带子禅，任是从高峰顶上扑下来，也没有一点损伤，这才是真功夫。任是结火到来，大千巨坏物境都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客勤去欲已决，哪里还听得下这番颇干立党之言啊。后来客勤又再前往了镇江的金山寺。金山寺是江南名刹，风景旖旎，名闻中外。客勤等他到了金山寺后，由于路途辛苦，心情郁郁不乐，烦躁异常，哪里有心情游山玩水啊。再加上不适应金山的湿热气候，客勤染上了伤寒病，忽冷忽热，出了一身虚汗。寺里的僧人见他病重，就把他移入重病堂，准备随时将他火化。客勤试着用平生所学到的佛法来抵抗病魔，《金刚经》《楞伽经》《楞严经》通通搬出来了，仍然没有效果。不但抵不住病，更抵不住生死，眼看着就要一命归西。客勤回忆起华严禅师的话，泪流满面的想：过去在各尊宿那里学到的都没有什么实用之处，看来华严老和尚其实没有欺瞒我。我知道，今天才知道，到了生死的关头，六亲不可靠，连父母兄弟也救不了你。纵是平常能把佛法讲得天花乱坠，到这时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我现在立下大事，只要病情好转，就归到华严禅师的门下，永为弟子。客勤做好了远行的准备，不去迢迢西天路，便去白云山拜见华严禅师。由于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没有负担，客勤的身体反而开始好起来。等他病情好转时，就打好包裹向白云山前进。慧琴在苏州定慧院也患了伤寒，狼狈不堪。客勤回白云的路上经过定慧院，就拉他一起回白云山。
慧琴说，我不回去，我偏不受那老和尚的气，要回你就自己回吧。克勤见无法说服他，就不再停留，就急急地回白云山。法印禅师见克勤的倦容满面，知道他已经经历过一场生死关头的体验，高兴地说，你终于回来了，回来我再也不会到别处去了。不到别处去怎么知道回来？只是既然回来了，就得常住下去，才不至整日的东奔西走。法印禅师就告诉他，今天就收你为侍者，今后你就随大家一起参就吧。克勤不禁为法印禅师宽容的襟怀所感动，他在白云山就住了下来。半个月后，有一位姓陈的朝使，就是负责水道运输的官员，仰慕无主法眼之名，特地入山问道。法眼见来人是官员，就心想，如果用平常起悟学生的办法启发他，肯定是对牛弹琴，没有什么结果，不如应机说法，用世人都知道的知识来点化他。你小时候可读过贫夫小玉原无事，只要弹琅认得声这两句诗？这两句写的何等有意涵啊，它与佛法的大意非常接近。现在你知道佛法的大意了吗？法眼禅师就问这个陈朝使，陈朝使茫然答道，是的是的。法眼禅师观察他的神情语气，知道他还没了悟，为了不扫他的面子，就说，你且仔细体会其中的道理吧。等这个陈朝使走后，克勤正好从外边回来，问法眼禅师说，听说您举出两句诗，不知那人是否已明白其中的意涵？法眼禅师说，他只是认得身而已，懂是懂了，只是还没有彻底。克勤又问，只要螳螂认得身，既然他已经认得身，为什么却没有了悟？法眼禅师突然把话题移开，什么是主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在这石火电光的疾风中，克勤突然大悟。法眼禅师举出的两句诗，大意是：美丽的千金小姐躲在帘幕后面，故意大声呼唤着侍女小玉的名字。她的原意不再呼唤小玉，而是借此来提醒螳螂，她的心上人，我在这里啊。这两句与佛法大意相近，是因为可以象征这样的意思。美丽的千金小姐即是佛，而螳螂即是佛所关怀的众生。佛在各种物象后面呼唤着众生，我就在这里，芸芸的众生啊，你们为什么还听不到我殷切的呼唤呢？我们念金刚经也是在呼唤小玉，念华严经也是在呼唤小玉，只是为了唤起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佛性啊。当初曾有学生问赵州禅师，什么是主师西来意？就是禅宗东土初祖达摩祖师从西天竺来中土传扬禅法的旨趣。赵州答，庭前柏树子。赵州的答话顿断理路，扫去种种的差别对立，达到一切的平等不二，真实如如的大光明境界。克勤急急忙忙地冲出去，一直跑到山门外边，看到山门外一只公鸡停在栏杆上。那只公鸡一听到声音，拍打着翅膀飞上栏杆，鼓动着翅膀昂首长鸣。听到公鸡的长鸣，克勤激动万分地对自己说，这难道不是身吗？于是又急急冲回房中，向法眼禅师陈述自己了悟的心得，呈上一首禅记。金鸭香炉锦绣尾，笙歌重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就是说，在锦绣尾里听完笙歌，喝醉了酒，让人搀扶着走回来。像这样令人心迷神醉的一段少年的风流韵事，怎么好意思对别人说起？只有那个佳人心爱的意中人知道罢了。别的人又怎么会知道
其中的意趣呢？悟道的境界就像是啊，与这个家人哈、啊、恋爱成功一样啊，的的确确是体悟了悟道的境界。道是什么呢？不可与外人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缠绵的恋情，只有各中人方知各中味，是不可能告诉别人的。啊，法眼禅师听了，他就说啊，佛法大事不是小根劣气所能通晓了悟的，我为你感到骄傲。我有你这样的弟子，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法眼就对山中有威望的高僧说，我的侍者能够参禅了。由于法眼的夸赞，大家就一致推举克勤为参禅的僧众中的首座。克勤大彻大悟后，原来与他一同离去的慧勤也回来了，但仍然犹豫不决，迟迟不肯住下来，还是想到别的地方去。克勤劝他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参禅，但他说，我和兄相别才一个月左右，兄看我现在悟境比我们过去相见如何？慧勤说，我也正怀疑这件事呢，你怎么进步得这样快？这才留下来。所以有良师啊，善知识的指导啊，很快啊就能够领悟啊，对于佛法，对于禅修啊的这个体悟，都是因为有良师善知识的啊的谆谆教诲，所以克勤就进步得很快。克勤说，过去我听说高丽国打铁，火星烧着我的指头，这句话很不以为然，现在却知此话不虚。慧勤听了惊愕的说不出话。有一天慧勤就听见华严禅师上堂时举声问赵州，如何是和尚家风。赵州说，老僧耳朵聋了，你大些声问吧。僧再问赵州说，你问我家风，我已经知道你的家风了。慧勤听到这里，心中的疑团顿时瓦解冰消，对法眼说，请师父指示自己的真理。法眼说，身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应。慧勤听了连忙拜倒在地，他说，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今各地的禅师多是屈指人心，说性成佛。华严就笑着应可，让他负责文书一类的东西。所以呢，慧勤呢也就很快的也悟到了哈。所以华严呢也认为慧勤啊也进步神速。后来克勤和慧勤谈禅时，慧勤就举出东市问仰山镇海明珠公案说，仰山参拜湖南东市如慧和尚时，东市问，你是什么地方人？仰山说，广南人。东市说，我听说广南有镇海明珠，此话当真？仰山答，是的。东市说，这颗明珠怎么样？仰山答，黑夜即隐，白夜即现。东市说，你把它带来了吗？仰山答，带来了。东市说，你何不把它呈给老僧看看？仰山说，昨天到尾山也被索要这颗明珠，然实际上无言可对，无理可伸。克勤呢就打断他的话，且慢，就问他，既然仰山说已经把这颗明珠带来了，等到东市索要此珠时又说无言可对，无理可伸，这是什么道理？慧勤当时回答不上来，整整参究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对克勤说，东市索要一颗珠，仰山请出一八斗。克勤对他的误解深加许可，说，兄的悟境大有长进，你可以到老师那里求进一步的印证。他就因为慧勤就遵照克勤的话来到了方丈室，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被法眼恶骂一顿，只得又退出来，回到房里关起门就蒙头睡，怎么也睡不着，对法眼的怨气简直快要这个胀破肚皮。克勤知道这件事，就前去敲门。慧勤问什么人，克勤说是我克勤，他就打开门。克勤故意装作不知道，他因为被法眼禅师这个恶骂一顿了，就问他，你参见老师有什么收获？慧勤说，
我本来不想去，被你怂恿着，却被老和尚臭骂一顿。克勤就大笑说：“记得前天你说的那句话吗？”慧琴愕然地问：“是什么话？”克勤朗声吟道：“东市只所一颗珠，仰山请出一八斗。”慧琴当下大悟，浑身说不出的轻松。克勤又领着到华严的禅师的房间，华严禅师一见就说：“慧琴，恭喜你完成了领悟佛法、超脱生死的大事了。”这个都是有机锋禅师在对话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有时候似懂非懂，可是那个都是有禅的意境。克勤自十八岁离家求法，到崇宁初年已度过22个年头，也是位40来岁颇有修为的禅者了。自从离开家后，很少听到家乡的消息。就是几年前父亲去世时，他没有顾得及回去看看。有时想起当年离家的景况，克勤的心里禁不住漾起这个一缕缕情感的涟漪，对于父亲和母亲始终觉得有一份歉疚，有一份今生今世永远也报答不了的恩情。有一天他接到母亲的亲笔信，就是母亲呢，因为很久没有看到他，那也 恐怕母亲的时日未多了，就希望能够再见这个儿子一面。所以呢，因为母亲呢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家乡啊。克勤读着信啊，不知不觉垂下两行的这个清泪了。他想：我岂不知父母的恩重如山，但身为出家人，归心法王，又怎么顾得上尽人子的义务？侍奉双亲只是父亲去世时没能送终，没有尽到人子的责任。现在母亲年岁已高，我怎能不回家省亲，尽一份做儿子的责任呢？我应该立即回去，但这合适吗？华严禅师师父对我的殷望有加，恩同父母，这么多年一直对我悉心栽培，我又岂忍离他而去？就在左右为难时，华严禅师已经来敲他的房门了。华严禅师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今天就收拾一下回成都去。”当克勤呢起身回成都时，他的全部的行李只有一只钵。所有的众师兄弟们就劝他：“如今师兄回乡省亲，理应多带些盘缠，好孝顺母亲。”克勤说：“我当初一钵而来，今天也一钵而去。”众人感念首座平时对他们的教诲开示，一直念念不舍的相随，就出了山门。那时候他已经是在法眼禅师座下，他是首座。那他因为大家就送别他嘛，就因为他要回去成都了。那些僧人就都说啊，法眼禅师的禅法从此西去，传到四川了。回家以后啊，克勤就看到一个叩楼的老妇人，三步并作两步啊，激动的连鞋子都穿反了。母亲慈祥的目光带他走回自己的孩提时代。那母亲呢，就告诉他啊，这些年家中的变化啊，亲戚亡故啊，哪些家又添丁啊。那由于母亲的勤俭持家、忠厚待人，所以他们的产业啊还能维持至今。只是呢，佣人都老了，克勤儿时呢睁着大眼睛听母亲讲古老传说的老槐树呢，也还静静的伫立在院里。母亲呢也常常倚着这棵老树啊，远望前方，盼望克勤回来。那克勤就对母亲叙述在20多年来的求法经过，母亲充满了惊异赞赏。当听到克勤两次染病几乎往生作古啊，慈祥的母亲止不住也流下了眼泪。
哦，这是他们呢、啊，这个因为离北业多年啊，所以呢就是对谈呢、啊、多天，然后也互相啊，就二十多年呢、啊，母子啊能够在一起哈、啊，是也很不容易，因为出家以后啊已经离家，然后他因为母亲老迈，他回家探望母亲。那因为克勤回到了成都以后啊，就有一天，在他们的洛家大院外哦，就有一辆华贵富丽的车停下来，前面的兵丁一字排开，就喊出郭大人到，就从车上就来了一位气宇轩昂的官员哦。然后呢，惊动了县城里的百姓，人们议论纷纷，知府大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啊，那知府大人就是说啊，听说洛家二十年前出外的儿子回来了，孰官访异客，实在奇怪，大家就是众人交头接耳哈。无事不登三宝殿，洛家既有这么大的面子，能把知府大人请来。然后知府大人呢，就从轿子里拿出了这个，请兵丁拿出两个卷轴啊，好，就要送给这个客勤啊，就一副对联，上联是“诗书传世家风骨”，因为洛家呢世世代代是个钟乳之礼的家庭。那在旁边这个。看的这些百姓就想啊，心里嘀咕啊，洛家世代钟乳，到了克勤这一代出家做了和尚，莫非此联有什么意义呢？且看下联哈、啊，克勤呢就谦虚的对知府大人说高抬了。只见知府呢又笑盈盈打开下联，惠于普施福折长，原来下联是赞美克勤的学行品德，两联对仗呢。措辞稳妥精确啊！原来呢，知府大人来是说，成都自古乃佛禅圣地，名士古刹，比比皆是。这一次前来是想请克勤大师在六祖寺开大座，使百姓普沾法乳，让大家一睹大师之风采。原来是要礼请啊，克勤呢前往六祖寺。六祖寺是坐落在今天成都市的北郊五公里处，建于唐贞观年间、哦、是成都著名古刹，素有四川第一丛林之称。克勤一登上法座，就直指禅宗的无上大法，本来无一物，大家聚在这里听我谈论佛法，求个护身符干什么呢？佛法无私，堂堂显露。当年六祖慧能在大禹岭头已明白的开示，如今老僧也要让大家知道。那有一位僧人呢，就问呢，不知你要大家知道的是什么佛法？哦，然后克勤就说，当清风拂过时啊，小草就倒伏下来。那僧人又继续说，蒙受师父指导之恩，反而说不出感谢的话，心中却异常的明白清楚。克勤追问，你明白个什么？僧人答，我的烦恼已经消除，浑身的清澈透明，以至于没有留下什么烦恼的影子。说悟也不是，说烦恼也不是。后来又另外一个僧人又从大众中走出来，又问啊，请大师指示禅宗的根本大法。克勤环顾四周，见大众殷切的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就从容地说，既然大家寄厚望于我，我就按横按墨邪宝剑演绎正宗本色的禅机，进行完全彻底的教法提示。问话的僧人就赞叹说，好个奇特的机锋施设，这样智慧截断天下人的言语意路，使他们无法产生分别妄情，无法
用言语来理解和诠释了。柯琴大师说，禅悟的妙处在于不摒弃语言，不拘泥语言什么是悟的心境。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果一直目视的云霄，臂力千仞，禅机俊俏，未免辜负先圣入世渡人的本愿。但如果一直入泥涉水，陷入语言文字的纠缠之中，不能干脆爽快的接引学人，也会断送了自己。如今这样也行，不这样也行，大家知道吗？纵是行走在毗卢遮那佛的头顶，不秉受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把菩萨看作奴婢的人，到了大悟的境界，也仍然目瞪口呆，一句话也道不得。所以说，三世诸佛只不过自悟自知，历代祖师也不能做完全彻底的提示，整个佛教的经典又岂能全住得完？法眼明亮的高僧也自救不了，即使用禅师们接引学人的峻劣手段，也是节外生枝，连方便门的边还摸不着。那么，如何来表示悟的心境呢？克勤大师到了六祖寺不久，六祖寺重新更名为昭觉寺。当时寺里有一条规矩，就是新任住持的僧人都要举行一个正式的仪式。前来参加仪式的不仅有寺院的全体僧人，在家信佛的居士，而且还有当地的政府要员，他们前来听法，一方面是仰慕禅师的名声，另一方面也是对禅师能否担任住持进行现场考察。如果被住持的开示所打动，此后就会与寺里结下善缘，这对寺院是大有益处的。由于这些原因，正式开堂说法的场面往往十分的隆重。正式说法那一天，克勤指着法座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诸佛都在这里演说佛法，历代祖师也在这里传播佛心，我今天也一样化葫芦在这里为诸位宣示佛法。他步履稳健地登上法座，捻起一遍香说，祝愿当今皇帝圣寿无疆。捻起另一遍香说，这一遍香敬献给翰林学士诸位贵宾。最后又捻起一遍香，真情地说，这一遍香奉献给一位奇特的老人家，当年我遍游南方，前前后后参见过30余位的高僧大德，但都没有特别的收获。后来遇见一位真正的禅者，移情妄念被他一锤击得粉碎，今天我把这件事透露给大家。这一遍香敬献给现在住持济州五祖山的法眼师父，以酬答他传授佛法的恩德。按照新任住持开堂的惯例，一位僧人击锤嚷声念诵道，法堂里的杰出禅人要观看至极奥妙的禅意。克勤大师说，既是至极奥妙的禅意，二段语录大家还观得吗？纵是在一念未生之前领会了，人不免落在分别计量里，大家且说什么是第一义？有一僧人就站起来问道，在悟的巅峰啊，究竟是怎样的景象？克勤大师说，祥瑞之气布满天空。那僧人又接着说，如此则一片白云深谷口，万仞青山碧嵯峨。克勤大师说，高峰上的景致到底能有几个人知晓？说到这里，克勤把眼光投向前来听法的翰林学士成都府帅郭志章。郭志章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克勤说法，眼里露出赞许的神色。在座的随缘们也都屏身静气，他们都为能沾受无上法乳而感到庆幸。克勤大师继续地说他的
莲珠妙语。我今天在这里将独自提倡高妙的机锋，截断一切言语纠缠，从大家不能有任何意想分别，从而回归到心的源头。没有一件东西不显现着佛法的妙用，没有一件事物不体现着佛法的真谛。当面小事，只知道大家能够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落入思量，就会被白云遮断回乡之路，成为万里之外的流浪者了。在法堂里回荡着客情洪亮的声音，他表示啊，法当和尚说啊，我本想在世人找不到的幽深岩洞里隐遁过时，只是因为先师清凉老人有个未了的公案而未如此。有一生人问什么是先师未了的公案，法灯就打他说，祖先不了断，疑惑及儿孙。僧人还是不理解，问我错在什么地方，法灯说，错在我殃及你啊。这是讲以前的公案哦。法灯禅师持着斩断分别妄念和复佛真性的利剑，气概精群，风标独立，三生的志趣也像这样。今天我出来说法，正是因为法眼老和尚有个现前的公案，对众举扬，有不惜性命的请出来接受我的考验，如果没有，我只好体位去了。说到这里，客卿以大师以如炬的目光再次的扫视全场，大众寂然无声，客卿就喝了一声哈，就是棒喝哈，将手中的浮尘即向残喘，在袅袅的语音中走下法座。在客卿大师的启迪下，昭觉寺里的僧人对禅法的修为日渐长进，他们敬重客卿大师的威德，在客卿大师说法时灵神静气的听，而大胆提问的不多。客卿大师觉察出这现象，鼓励他们说，独掌不让名，独树不成林，建立佛法宗旨，须是父为宾主，才可以使身心得大自在。受了这种鼓励，有一生人就应声走出队伍的行列，就问道，自己微妙的禅法妙理，请大师直截了当的指出。客卿大师斩钉截铁说，一棒打破虚空。僧人问，错在什么地方，客卿大师正声道，不是痛痒的汉子。僧人说，这个还是德山禅师的手段。客卿大师说，我一向都喜欢借路经过。师徒二人就露出了相互赞许的眼光，僧人礼拜就回到了原位。客卿大师就徐徐地说，生成和长育万物的本源，万物和人生都是一样，连佛祖也是同一源头流出的，从古到今没有变异。这个本源灵觉隐晦，神通无碍，从声色之中显示出来，丝毫没有隐藏。截断意识语言六根六尘，清净成名，这样就能透得古今生死。如果不是这样，岁月的变迁将催促你走向冰冷的坟墓，鬼神的邪恶将给你的幸福罩上一层阴影。客卿大师开法于昭觉寺不久，就吸引了成都一位高僧投入门下。这位颇有名气的高僧就是安明禅师。我们休息15分钟。
克勤大师在昭觉寺说法时，有时还请人给母亲捎个口信。母亲深明大义，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无比的自豪。有时他也亲自到成都听克勤的说法，当他看到儿子在法座上发出海潮般洪亮的声音宣说佛法，当他看到僧众的脸上那种圣洁的光芒，他感到无限的欣慰。当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时，他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意。克勤隆重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几乎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应该继续出川，就是离开四川去化度更多人。当他决定了此事后，他对僧众说：没有常行而不住，也没有常住而不行，彼与此没有两样，去和来岂有不同？去和来，动和静，都不应有形象的分别。只要这样体认，动静来去都如云子云行，花开花谢般的自然。我想我就要离开这里了，离开之后希望大家多多保重。本是宁夏人，却归宁夏去。说完，克勤大师就环顾全场，在众人无限的眷念的目光中离开了法座。其实他心里何尝不伤感，毕竟这里是自己几年来说法的道场。这一天晚上，安明禅师等一大批弟子前来道别，安明坚持要跟克勤大师出川。克勤大师说：只要有缘，我们还会见面的，但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我只是想自己一个人走走，走到哪里都没有一定，所以你还是暂时留在这里好好的参悟禅法吧。弟子们拜倒在地，不舍得说：师父，你一定要回来。克勤的心里有所触动，说：此心昭昭，苍天可见，不论我走到哪里，最后都会回到这里来的。妙语论华严。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克勤大师告别僧众，经过三峡，沿着水路向湖北出发。轻舟如箭，在三峡中急速的驰谢。克勤大师看到在三峡西端的入口处，两岸的断崖壁立，高数百丈，宽不及百公尺，形同门户。舟入巫峡，水势稍缓，风光旖旎，小船在波浪里穿行，克勤的心境却如止水般的平静。当小船驶过无数的险礁，驶向开阔平凡的江面时，克勤大师想，不管他经过多么险恶的江峡，最终还是会驶向光明之境的。人生的遭遇又何尝不是这样？我此次出川之行，弘法任务艰巨，虽然身如此舟，还不知道飘向何处，但总会有栖魄之地。不论经历多少艰险，我都是将完成弘法的大愿。克勤大师首先想到了有一位叫无尽的居士，无尽居士为张商英，因为他跟无尽居士有很好的法情。无尽居士在湖北江陵一带参访的时候，克勤就对无尽居士的大名早有所闻，而无尽对克勤大师也很仰慕，两人可谓千里神交。这次舟出三峡，正好要见见这位居士。说起这位无尽居士与佛法的缘分非常特别，无尽居士就是张商英，与克勤大师的家乡四川崇林离得很近。张商英开始做的是主簿一类的小官，有一次偶然到佛寺游玩，看到佛经金碧辉煌，心中不服，说孔圣人的书既不如佛人之教受人仰重，晚上就坐在院子里研墨云笔，朗声引额，到了半夜还不睡觉。夫人就问他为什么不睡觉，张商英就说：我想写一篇无佛论。张夫人说：既是无佛，还用得着论吗？张商英听了心中诧异，就把这事放在一边。不久张商英就到朋友的
家做客，看到佛龛前有一函经书，就问朋友这是什么书。朋友说这是维摩诘所说经。张商英随手翻开它，看到此并不是地大，也不离地大的时候，不禁感慨道，原来胡人也说得出这样精彩的话。他向朋友借来这函经书，回家后读了起来，越读越欣喜。忽然笑了，忽然见了就笑说，等你把这部经书读完的时候，就可以写无佛论了。张商英就惭愧不已，认真的读完了维摩诘所说经，就成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从此深信佛法，对禅宗的心法尤其关心。张三英有一次到这个佛教圣地五台山，向文殊菩萨祈祷，并塑文殊像。后来他经过了江西省有参见当地一些著名的禅师，见到了兜率寺的崇越禅师。崇越禅师前一天就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轮红日升上九天，被他用手抓住。第二天早上，他就对手座说，日轮象征着运转，听说张转运时不久要经过这里，我当用峻烈无比的手段来粉碎他的忘情熟念，如果他能够领悟，那就是禅门的信士了。等无尽居士赶来兜率寺时，崇越禅师和他谈禅论道，一直谈到更深。崇越禅师问，你竟蒙受东林照觉的应可，对佛祖的言教还有什么疑问的地方？无尽居士说，我读禅书时记得有这么个故事，雪峰义纯在德山宣戒门下负责管理伙食，有一天饭开迟了，德山捧着钵走下法堂，雪峰见了就问，师父还没有敲钟打鼓，此钵向什么地方去？德山听后便回方丈室去了。我对这则公案有疑问。崇越禅师说，既然对这则公案有疑问，难道对其他的就没有疑问吗？崇越禅师说，参禅最忌讳一知半解，从这首句子来看，你已悟得佛法的大概，相对于自为即是的地方仍然俗趣未除，就做了一首颂送给他。禅者平常迈出的每一步都行进在真理之中，虽然置身声色场，但不会被声色所惑，悟者的心没有差别，万事万物都是一体，体和用不复区分，精与出莫如简择，面临机缘洒脱无碍，感应外物通达无拘，是与非的熟情禅境，凡与圣的妄念尽除，什么是得失，什么是亲疏，头即是尾，尾即是头，虚即是实，实即是虚，在魔界如同天界，在邪途如同佛国，不论是挫折还是顺利，都不影响修行的功夫。在大观四年，无尽居士担任尚书右仆射一职，谁知仕路多风波，不到一年又被蔡京排挤出京。郑和初就贬到了衡州，后来太学朱深陈述他的冤情，蔡京害怕，这下就下达一道命令，允许无尽居士自便，不久让他重新当宰相。这时的无尽居士仕宦之心早已淡漠，他辞去官位到荆南放情山水参禅论道，非常致富，很少把什么人放在眼里，一晃就是五六年。在政和六年，中稿禅师 为他的老师正堂准公求塔名到荆州见到无尽居士，无尽居士就劝他，准公既然已经入面，就到四川去见克勤禅师，可见他对克勤也心仪已久。然后克勤呢，大师乘着小船，沿江而下，不数日来到荆州，
就到明月楼去拜访无尽居士。他们以前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彼此都很敬重对方。那刚刚为什么提到那样的过程，就是因为非常敬仰双方啊，所以呢克勤大师一到了荆州，无尽居士就大步向前，深深鞠了一个躬，就说：克勤大师请，无尽已在此恭候多时。所以他们一见面就相谈甚欢啊。无尽居士谦逊说啊，仰慕大师德行高迈，有幸得遇，请大师为我开示佛法。啊，克勤大师啊就与他啊就对谈，就是我们就谈谈华严经的要旨。然后无尽居士就高兴拍手，这个正是无尽所渴望已久的。克勤大师说的这个华严经啊，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佛成道后在菩提道场等处借普贤文殊诸位大菩萨显示佛陀的因行果感的圣典，此经在汉地流传很最盛，得到佛教界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华严宗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禅宗也肯定人人都有佛性。华严宗与禅宗很接近，都是最富创造性的宗派。华严经中最很高的义理，不知倾倒了多少佛教学者，也激起了禅者的极大兴趣。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有佛的本性，只要彰显佛的本性就能成佛。各类生物、山河大地、一切现象都是佛体，一切声音都是佛法的狮子吼。无尽侧耳聆听着大师的开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时，在他心中一切万有无不应现，而且他的心中不仅应现出一切万有的现在相状，也应现出他们过去和未来的相状。所有时间和空间、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无尽无量的现象都能应现出来。克勤大师如数家珍，侃侃而谈，所以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滴水就是大海，大海就是一滴水，一又只是一，多又只是多，一滴水只是一滴水，大海只是大海，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卷舒自在，无外圆融。无尽居士与克勤大师结束禅谈后，克勤大师想，无尽居士果然名不虚传，是个有慧根的人，值得好好点化，只是他对佛法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天一早，无尽居士已经燃好一炷香，恭恭敬敬等着克勤大师到来。他迫不及待地说，昨天弟子受益不浅，请大师继续开示华严的无量妙义。克勤大师说，难得你一片苦心，我也正有此意。华严中的要旨是佛土无尽，佛法无尽，世界是毗卢遮那佛显现的法界缘起。法藏大师创派立宗的哲学理论是法界缘起法，我们就从法界谈起。所谓法界，概而言之指现象和本质，但华严的法界义较深奥，共有四种法界，他们分别是事法界、理法界、事理无外法界、事事无外法界。四法界的第一种是事法界，事法界指千差万别的事物，大千世界万象森罗，风花雪月云月溪山无所不有，他们各不相同，山是山，水是水，花是花，草是草，各有自体，分界不同，即使你想在世界上找两片相同的叶子也不可能。另一种法界是理法界，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情和无情，男人与女人，天堂与地狱，但他们都具有同一本性本体，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
四的第五层关系是相非，固然水即坡，坡即水，但他们毕竟各有差别，理非事，事非理，犹如水非坡，坡非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从理体缘起，由于事与理圆融无碍，因此从理体缘起的这个现象与那个现象也是圆融无碍的，犹如水与波无碍，波与波也无碍，万物都是心的显现。他们虚幻不实，没有一定的自信，没有一定的大小等相状，任何一物皆片于他物，任何一事物都是具足一切事物的本性。在一粒沙子中看见整个世界，在一朵野花中看见美丽的天堂，在一朝风月之中看到万古长空，华严经中天人地势宫殿里的那张网，就是由五彩缤纷的宝石连缀而成，每一粒宝石都映现着森罗望相，映现着其他所有的宝石，宝石的光辉交相映映，无穷无尽，多么奇妙的四法界，这真可以说是法界的观止了。无尽居士、就是辅机称奇啊。克勤大师呢就微微一笑，不，这四种法界其实是一真法界的展开。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一切现象的本体，一切万有的本源真心，这是清净不坏平等无差别的，它随缘而不变，不变即随缘，即客观事物相接触，展现出宇宙间万事万物形成种种幻象，一念善即天堂，一念恶即地狱，一念迷即烦恼，一念悟即菩提，三界虚妄，唯有这个心才是真实永恒的，这个心就是真心，净心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人人具有的佛性。那克勤大师就提到有一个增进课文，有一首偈，世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境界，趁出阴房未还久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克勤呢就大师要无尽居士鼓励他，现在该你谈谈你华严的要义，就是让无尽居士也说，众生和佛本是一体，没有差别，沉迷的众生和大彻大悟的佛陀本是一样，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当我们沉迷自心时就成了众生，而当我们了悟自心时就是佛，众生本是佛，佛本是众生，只不过因为有迷悟的不同，才有众生和佛的称呼。克勤大师露出满意的神色，善哉善哉，居士有此见解，实为佛法之性。那无尽居士啊，他表示啊，我与大师虽无师徒之名，却有师徒之实，大师这次出川即是为了弘扬禅法，就请留在两湖一带说法，也好让弟子有机会前往聆听沾受法乳，弟子深知禅不可说，更不可行诸语言文字，却仍有一个不请之请，就是请大师将古今禅门公案一一加以讲说，好使这些公案的要义大白于天下，放眼当今天下，除了大师再也没有什么人能成就此事。无尽居士受了克勤大师的点拨，更加觉得佛法不可思议，佛法的妙义绝非小根浅智所能理解。回想自己年轻时想写无佛论那桩荒唐事，不禁哑然而笑，他就彻夜挥笔写成的中禅论。自从佛法东传之后，到处都有佛教的经籍，所以如果谁想排斥佛教，应当先读遍佛书，找出其中与儒家学说相冲突的地方，然后进行批评才行。而现在的人连佛经都看不懂，就在那里妄加排斥，这无异于小麻雀嘲笑大鹏，短命的菌子嘲笑松柏。参禅念佛，难道就一定会妨碍人世的事物吗？傅大士、盘居士难道没有妻子？如果我们处在这红尘喧嚣的人世中，
人能保持心灵的清净，就能转世为智，犹如沃土成金。过去的人20年、30年中，无时无刻都念念相应，像母鸡孵蛋一样寻思访友，惺惺相惜，这才将心底的疑团彻底粉碎，然后韬光晦鸡，在众人中不显露自己的悟境。他们所说的一元半句要骨灰金，不像现在的人只念几句口头禅，贩卖如来的教义，披着狮子皮，所做的却是野狐的行径。说的时候好像悟到了，一旦面对某种情境又迷了，岂不可怜可叹。儒道佛三教的经典都是用他们的教义来化导世人，改良风俗。三者对于人世像鼎有三足，缺一个都不行。如果按照孔子的教育形式，是明教中君子；依老子的教育来形式，是清虚善人。而如果想彻底摆脱人生的累赘负担，体证清净本然的大道，除了佛家还何处求？第二天，无尽居士把文章呢就呈给克勤大师看，克勤大师就说：“居士此文与副教实为功德无量，对那些邪风一说，正需要我们这些人去扫荡，真任重而道远啊。”经过考虑，克勤大师决定先到公安，就是今属湖北省天宁市暂住一段时间。克勤大师到天宁市，受到长老觉公的热情接待。觉公醒来，因为觉公就是有一天呢做了一个梦，因为这个觉公他向那个克勤请他暂居在这个天宁寺，十天以后有一个晚上，觉公就梦见一位姿彩如玉的女子向他拜了三拜，说请将克勤大师借给我为人天说法。那觉公醒来不知何意啊，夹山寺的信使就到了。原来夹山寺缺少住持，就派专人送来邀请信，引请克勤大师。信使说：“云水之性，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动本无心定义好，万望大师不弃。”克勤大师就将这个邀请信给觉公看，觉公就不禁抚掌而笑，方知夜来托梦的那位女子原来是碧岩的护法神。他劝克勤大师说：“师父得望天人归众，主以为灵泉山水真色，还是请不要推迟。”后来克勤大师想与夹山注定有一段姻缘啊，他就先去夹山就答应就由天宁寺起身去夹山寺。无尽居士就欣然陪同前往。然后克勤大师呢，当天晚上就应众生的请求，就为克勤大师就为他们举行小餐，就是正式说法以外的参问说法。克勤大师单刀直入：“还有过得了赵州关的人吗？请出来相见。”有一僧人说：“我已通过赵州关，请问什么是夹山关？”克勤大师说：“向后退300步，参禅的人如果停留在雾中，就成为禅病了。”僧人又说：“如此则九天云静鹤飞高，大雾之后无一事，孤云独鹤两悠悠。”这僧人果然不是等闲之辈。克勤大师就对大众说：“通得过夹山关的人，是否归山如龙得水；透不过夹山关的人，听我这么说，就像鸭子听到雷声一样，如何能够得悟？这是因为他知解的观念没有消除的缘故。今天晚上就不喜啰嗦，为你们说上一遍：诸佛出世，祖师西来，实无一法与人。只要你们的心灵得到修歇，如果真的能到
修歇的地步，你的心胸就会像天宫那样的涵盖一切，像大地那样的擎起万物，不多一丝一毫，也不少一丝一毫，心境空明，什么杂念妄情都没有。如果这时还说有什么得与失、物与不物，早已与物隔了一层。只要能上不执着于成熟的事物，下不执着于自己的个体生命，向外不见有大地山河，向内泯灭见闻觉知，当下摆脱俗情妄事，丝毫的妄念都不让它升起，就可以见到我们每个人的本心本性，见到我们人人都具备的佛性。过去有修为的禅师们在浮尘边拄杖头显现无边神通，只不过是要你们解去世俗的种种束缚，扫清俗耻的迷障，使你们达到安闲的境地。只要摆脱了俗情的尘垢，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刻，大大小小的长短，青黄赤白，都是本心的显现。大彻大悟之时，就会平息心里的躁动，连种种的残机施舍也用不着，你的心沉明安宁，充满祥和的法喜。这个小餐结束，众人都感觉到新任住持将他们进行一番彻底的心灵洗礼，把他们塑造的比以往时候都更加的完美。克勤大师住持假山寺后不久，一位风尘仆仆的僧人前来求见。克勤大师一见，就是一个安明禅师，他就是自从克勤离开昭觉寺后，安明禅师回到自己讲堂，一边讲课一边留心查访克勤大师的行止。当他打听到克勤大师住持于假山寺后，就竖起包裹赶到假山寺。现在我要讲述，是因为克勤大师啊，他曾担任过7个寺院的住持，所以都会被邀请。然后呢，他只要呢因缘成熟，他又再换另外一个地方。那每个到一个地方，他就帮助很多僧众哈，也让很多僧众啊在禅宗啊去领悟啊禅机哈，也让自己呢克勤取证。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有关机锋哈对话哈。那是很精彩，所以听听啊，多了解哈，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多耳闻哈，然后可以多熏习。克勤大师哈，因为见到了安明禅师，然后他们就又互相有一个对话哈。古人说一滴水投入大海，而现在我的体验则是浩无外的大海也能够投入一滴水。这是克明禅师对于克勤的一个回应啊。然后克勤大师就说，天下的禅僧再也不能像将你怎样了，恭喜你有如此的见解，明天我再写一段法语给你，请努力修持。那克勤大师写给他的法语就写要大彻大悟，第一就是要立下大志，必须有铁石一样的心肠，才可以截断生死之流，使胸襟空荡荡的，没有丝毫牵挂，使一举一行都从生命的深深之流之处流出，以物永物，再也不需向外求索什么。在字里行间就是他看见一双殷切的眼睛，那是克勤大师对这个安明也是禅师也是对他的期待的目光。可是他就后来依止克勤大师为师父，而安明禅师的谦逊也使克勤大师想起两个与之相类似的同乡僧人的故事。成都人亮作主善于讲授经论，参见马祖道一禅师时，马祖问，听说作主会讲经论是吗？亮作主说不敢。马祖道一禅师说，你是用什么在讲？亮作主说，我是用心在讲。马祖道一禅师说，心如弓箭，怎么能讲的佛经？
量作主厉声说：“既然心讲不得佛经，难道虚空能讲得？”马祖道一禅师说：“这道不假，却是虚空能够讲得。”量作主不服，就往外就走。快走下台阶时，马祖道一禅师突喊：“作主！”量作主急忙回过头来，马祖道一禅师问：“是什么？”量作主豁然开悟，顶礼三拜。马祖道一禅师说：“这个顿根的和尚礼拜干嘛？”量作主说：“我讲演经论，还以为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今天被大师一问，平生的疑团顿时冰消瓦解。”又顶礼三拜走出去，就隐居到洪州的西山，终身再也没有露面。一个月后，安克勤大师将一幅亲笔字赠给阿明。阿明谢过，展开一看，那上面写的是一首禅偈：“修夸四分罢量缘，按下云头彻底参。莫学量功轻马祖，还如德山访龙潭。七年往返游昭觉，三载翱翔上碧岩。今日繁冲第一座，白花丛里现幽潭。”因为阿明禅师不夸耀自己懂得诸多的佛经，停止楞严经讲座，从云中雾里下来。因为他本来很会讲经，尤其是讲楞严经，那因为认识了克勤大师以后，他就用功也精进在禅学，所以实实在在的参禅，不像量功亲近马祖，而是像德山参访龙潭。七年的功夫在昭觉寺游学，三年之后又到了碧岩，今天就请你担任首座。百花丛里，我看到你这株光彩异目的幽潭波花。安明拜倒在地，连声说：“弟子不敢，弟子不敢。我来此聆听师父的说法，实是三生有幸，弟子何德何才，敢因此大任？师父还是另选他人。”那克勤大师说：“我们呢已经相交多年了，你的悟境如何，我心里自然有数，请你不必推辞。”由于克勤大师的德高望重，入山前来问法的人很多，信徒们常向寺院捐献诸如粮食、银钱、衣物等各种东西。克勤大师让掌管库房的，也是他的弟子觉明一一登记入部。觉明把账目管理得一丝不苟，人人心服。觉明禅师为人忠厚憨直，平时随众听法，不像别人那样迅速领会克勤大师的话，为此心里很苦闷，以致有了心病。克勤大师从他脸上看出他的心思，直到觉明的根底纯正，大悟只是早晚的事，就写了一段法语给他作为警策。佛祖的言教只不过是捕鱼用的网，捕兔用的机关罢了，等捕到了鱼兔，这些网机关就没有用处。现在参学的人大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在言句上纠缠。自夸了解了多少公案，了解了五家宗派的禅语，却迷失了本来心，实在可惜。假使有真正的老师出来劝他们摆脱这些恶知恶见，他们不但不知老师的一番苦心，反而说老师是在故意为难他们。其实禅门的祖师大德始终不说我有妙知妙觉。六祖之所以得到五祖的衣钵，是因为他不识得许多字，是因为本来无一物的缘故。觉明将这段法语反复的体会，终于放下心里的石头，变得轻松起来。年关很快就到了后来他们每位僧人呢都穿上了干干净的袈裟，室里挂起两排大红灯笼克勤也大师也身披黄色袈裟进入禅堂。
那后来呢，这个安民啊也成为首座，他就对大众说，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因为呢克勤大师也称许大众啊，他说大家除了用心参就禅道之外，还各负责出坡化缘做佛事，非常辛苦，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然后安民就说，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只要能时时听到师父的开示，就是我们的福分。啊，觉明禅师也应和着，我们出外化缘收获颇丰，都是托师父的福啊，祝师父福寿无疆。然后克勤大师看到满堂僧众虔诚的神情，克勤大师非常感动，还有什么比播下佛法的种子更令人欣慰的事？我前面讲很多哈，重点是说克勤大师他总则栽培弟子，而且后来这些弟子都成为禅师，自己在这里倾注了心血，而今看到一株株般若的佛法苗破土而出，像阳光绽放灿如朝霞的笑脸，幸福的感觉浸没了他。因为克勤大师深知啊，这些觉悟的法苗在成长为般若大树的过程中，除了沐浴和煦的春风外，还要经历严峻的寒风。他提醒大家，在悟道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将遇到严峻的挑战。树凋叶落，瓦解冰消，岁暮年穷，家残富破，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是件很不称意的事，但如果用道眼来看却是个好消息。大家可记得香眼禅师说的话，去年贫不是贫，今年贫才是贫，去年贫尚有立锥之地，今年贫连枝锥也没有，人处富贵容易，处贫穷却困难。本色在行的禅人哪里还用得着说什么顿悟见悟，说现象与本体，应当将这些观念彻底的扫除，将佛祖统统的抛弃，直到东西不变南北不分，欲饭吃饭不知是饭，欲茶吃茶不知是茶，才能将心灵洁白清净。克勤大师因为他其实都一直勉励谆谆教诲他的弟子，然后呢所有的弟子就感受到醍醐灌顶，而且呢就也能够解开很多的疑惑。克勤的名气与日俱增，在佛教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潭州道林寺的僧众敬慕他的德望，请克勤大师到道林寺主持法事。克勤辞让了数次，但道林寺众生的态度非常诚恳，一定要克勤大师移席前往。克勤回想起十几年前在潭州大伟寺参见大伟禅师的事，心想当年我在大伟禅师处受益良多，离开大伟寺时我就有一种感觉，有朝一日还会回到那里，现在这个时候到了，看来不去是不行，好在碧岩的佛法已日渐苍龙，我也可以放心的离开。佛果结道林，当夹山寺由自尽沉浸在克勤的海潮音时，他已经告别了夹山寺的僧众啊，就起身向道林寺出发，一行人沿着漓水而行。克勤大师到了道林寺时，僧众呢已经都排列两边恭候他的到来。随后克勤大师到法堂登上法座，克勤大师呢就口念一偈，炎炎拂暑离青帐，树树清秋度碧香，古殿峥嵘松快命，无尘佛国竹清凉，就冉声的问道，我今天寄到这里还有真正的禅僧吗？话音刚落，一声就出列发问，黄檗禅师有培修相国的举荐，声誉更高，大颠禅师受韩文公的推崇，名声更大，
不知师父得什么人的恩力。克勤大师就说，禅法不能拘泥于相状，拘泥于相状就违背了禅法的宗旨。须知住中无住，行中无行，我们的心性宽阔如同虚旷的天空，明白如同耀眼的太阳，在一朵花上看到佛国，在一片落叶中看到秋天。只有深知佛法的人才知道其中三昧。且说到三的一句话怎么说？古殿宜严复，心境绕云根。克勤大师把浮尘一扬说，大家都知道吗？当你开悟时，般若的智慧光照千古，在大千世界里处处都充满着佛陀的形象。诸佛祖师出世，随机私教，有问有答，有宾有主。克勤大师对大众说，本来无一事，庸人自扰之，只是因为个人的根基有立顿，悟性有深浅，所以诸佛祖师出世，随机私教，有问有答，有宾有主。如果说即心即佛，就像头上安头，画蛇添足；如果说非佛非心，又好像在水泡里寻找火种一样，超出似与非的二分法，不落在中间，心中空寂清净，才是悟的心境。所以古人说，要想进入禅门，就必须摒去心机意识，从世界没有形成之前，乃至无穷无尽的未来，这种悟境都不会退转消失。后来克勤大师又被请到蒋山寺开法宴了。蒋山就是古时的中山，坐落在南京市的中山门外。克勤大师在僧众的簇拥下来到方丈寺，对大众说，达摩祖师在嵩山面壁九年，维摩诘居士在毗耶离城默然不已，佛法的深意岂是语言能够说出来。虽然这样，当了导师就得为学人解年去福，所以还是不得不借助语言来弘扬佛法。得道者的心境像风掠过小草，像人站在镜前一样，当风吹拂过来，小草随风浮动，风过去，小草依然静止。当人站在镜子前面，镜子就现出人影，人走之后，镜子依旧空明。如果能于心无心，就能随处建立佛法，何况蒋山有志工到场，更增加几分的灵气。诸师西来，诸佛出世，不曾使他增加一丝毫。佛说种种心，为救种种心，如果没有种种的妄心，哪里还用得着那些法。后来克勤大师又被请到了金山寺。金山寺建于东晋，原名哲心寺，唐代因开山而得金，从此称为金山寺。然后克勤大师登上法座，就说，山僧今天得奉皇上的诏谕，得到宰相的支持，在金山寺弘扬佛法，树立宗旨。如今应时应节的一句话是什么？虽居了悟之峰上，藏在滚滚红尘中。后来又到了云居山，宋高宗后率领道元等弟子前往云居山弘法。云居山的后面是古云门道场。然后他又说了一首偈，克勤大师说，龙禅角头清似的，天上云居古道场，安乐宿边常着那，更无佛法可商量。只要这颗心真实无二，既可以礼佛弘法，也可以保家卫国。佛出世，万人拥护，一花开放，万花围绕。
勤大师的得意之子弟子邵融将克勤一生的语录编为《环悟佛果禅师语录》20卷，简称《环悟录》。这本书收克勤大师一生的上堂、小参、普说、年古、诵古、寄诵、增赞、杂著、佛事等各类语录。绍兴三年，若平禅师召集一批的工匠，开始将克勤的语录制成书版。在若平禅师的邀请下，担任龙图阁学士的耿延喜为《环悟录》写序。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克勤大师感到自己远行的日子已经来临，就让道元做自己的继承人，试着请求他写一首颂。克勤大师应证佛门的机锋，以策无功，不必留颂，了事应缘，珍重珍重。克勤大师火化之后，牙齿晶莹明洁，没有任何的损坏，无数颗的五彩缤纷的色粒子与阳光交相回应。克勤大师共剃度弟子有500多人，得到他禅法真传，在各地当住持说法又有100多人，可说是佛门一大盛事。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关环悟克勤大师的有一首序，这个序文是有个张静平非常呼应克勤大师，在序文中说啊，环悟大师曾受到当今皇上的宠遇，为皇上宣说佛法，生人若平筹集经费，召集工匠，想将禅师的法语流传天下，以滋润后知学者。呜呼，这难道是环悟大师的本意吗？我曾听说过大师接引学人时截断语言，弘扬不可宣说的佛法，不容学人思量，才见学人扬眉开口，有任何思维意识的迹象，便立即保与老泉。每举到不与万法为侣这则公案时，都说这句话如十个太阳一起照耀，直接解脱。如果参透这句壁立千仞的禅语，即可将妄想荡得一干二净。如果在语言上兜圈子，就永远不可能开悟。这个公案实在是打开心灵宝藏的金钥匙。但即使如此，环悟大师还认为提出这则公案的本身就已经拖泥带水，不是干脆了当地领悟了，因此总是告诫学人不要黏着于文字。现在若平想汇集大师平生说法语言流传于天下，大师知道了这件事，难免会有他的看法吧。当然大师不得已才有这些言句，我是知道的。就像及时雨，不论是荒野的地方，不论枯骨蠢芽，不论大小，都毫无例外的加以滋润，使他们个个充分沾受。而广大的虚空本来没有相状，大师的说法又何尝是语言文字。在绍兴四年秋天，环悟录正式刊行了。这本书展示了校正俱通的克勤大师一生的心路历程，而从中也可以了解到宋代的灵济中风以及禅僧的造诣事迹。本书至今仍是参禅者的必读之书。克勤大师圆寂后，中稿禅师便到福建弘法，而跟随他学习禅法而大彻大悟的有13位著名的禅师，他大大的弘扬了克勤大师的禅法。另一位弟子柯岁虎邵融也早已睁眼笑虎，身正丛林。他到虎丘后，一些有志于学佛的年轻人都争先恐后的聚集到那里。邵融每次登座时，皆匆匆融融宣示佛法要义，并视众人根基的深浅，为他们方便说法，使之能如愿以偿。天下禅林都为克勤大师有这样的优秀弟子而赞叹不已。克勤大师的禅法又大兴于东南了，克勤大师好像还在这里呀、因为他的传承有优秀杰出的弟子继续弘传禅法，
克勤大师印证了佛门的机锋，在他的闭眼录和环悟录中，他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之间，为后人开启了疾风、震雷、虎踞星驰的崭新的禅天、禅地。效法菩萨道的力行实践，历代高僧风范智慧与悲心之示现，就大圣精神与大愿与大行，为佛教为众生之菩萨道的实践，此即诸佛菩萨本怀。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为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参着历代高僧与祖师之慧见与体悟，高僧的生平传承主要思想以及对后世之贡献，深觉佛法是启发众生思维诸法实相，升起大慈悲心的子然，为众生便是为佛教，一定要为众生。归敬三宝，听闻正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